俄罗斯和美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，都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重要责任。我们希望各方通过协商和对话化解分歧，在国际关系中动辄使用单边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是强权霸凌行为，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抵制和反对。